它就是在小琉球。哦，小琉球最近也很夯。对对对，因为你有的离岛你是要坐飞机嘛，它可以包船出去，包游艇，然后他们的游艇还有弄成溜滑梯。啊，你可以直接进去，哇，滑到水里这样，对，然后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就滑进去，要穿救生衣啦，要穿救生衣。周一周二晚上九点，姐妹站出来。